确实才行，我们很愿意回应主的呼召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读金句，记得在路加福音九章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 Go。 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不有那个饼和好饼，若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。代替unless we go and buy food for all this crowd. 接下去请奉献。